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CSL5G 手机工作坊，我是 Felix。 今天再次由我和大家介绍一下 ROG Phone Fit， 还加码请到两位靓女的主播和大家分享一下试玩一下这部手机。大家好，我是17 Live 的主播小狐狸盈盈，平时每一天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的日常生活趣事，间唔中咧都会同大家玩一下啲综艺节目嘅，例如唱歌、跳舞、煮嘢食、画画同做运动等等。希望大家睇我嘅直播会觉得开心同埋放松到压力啦。大家好，我系17直播嘅车厘子青青。咁平时开台我会同大家倾下偈、玩下游戏咁啦。咁快啲下载17 Live， 追踪我哋入嚟同我哋倾下偈啦。咁我哋開始之前咧，有個好消息要帶俾我哋 CSL5G 嘅客户，就係而家只要成為 CSL5G 客户，玩手遊免 data 之餘，仲送虛寶喎，包括大熱手遊《灌籃高手》、《一拳超人》、《星矢》等等12種唔同嘅手遊遊戲。仲未轉用 5G plan 嘅你，仲等？仲有好多精彩嘅優惠等緊你哋噶。嗱，講咗兩集 ROG Phone 3啦，究竟呢部機除咗打機勁之外，同埋上網快之外，仲有啲乜嘢特別嘅賣點呢？我知，就係 Game Share 同埋 ROG Connect 功能啊嘛。作為直播主咧，其實有咩手機係會吸引到你哋噶？我自己咧就中意個 mon 夠大嘅電話啦，因為睇得可以清楚啲咧，唔會眼花花咁樣。電量都好重要噶，因為咧我成日都大頭蝦噶，會唔記得插電。如果電量夠嘅話咧，就可以解決咗我喺直播嘅時候突然之間冇電呢個問題啦。除咗呢兩樣之外啦，咁我哋平日最想同觀眾分享翻日常生活嘅情況啦，特別係打機贏咗嗰一刻啊。同埋咧，我個人就貪心少少嘅，有時都會想偷下師啦，即係問下嗰啲打機高手學下嘢咁樣咯。咁不如我哋一齐睇下呢部 ROG Phone 3咧，会唔满足到你哋刚才所讲嘅要求啊？其实好多人打机赢咗都会想同人哋分享，而 ROG Phone 3绝对适合大家，可以同朋友一齐睇翻你打机嘅精彩时刻。ROG Phone 3来自精华录影，可以记录你嘅胜利时刻，并且选择四个持续时间，包括5秒、10秒、20秒、30秒嘅胜利赛果。今次仲更新咗 ROG Connect 平台，专门俾手游玩家分享嘅平台啊！玩家可以随时分享自己嘅游戏心得，或者喺平台上面发问、偷师都冇问题啦。记录完胜利嘅时刻，梗系要即刻分享啦！但系 upload 会唔会好慢噶？唔好讲咁多，我哋即刻试试佢啊！CSL 5G 比 4G 下载速度快20倍，无论系几大嘅 file 都可以极速完成上下载。咁用 5G， 大家识拣啦。今日嘅环节差唔多咯，我哋一齐同观众讲拜拜啊！拜拜！大家听完我哋嘅介绍之后，系咪都心喐喐想买呢部 ROG Phone 3咁正嘅 5G 手机翻嚟打机咧？咁正咁喺边度买有着数啊？梗系 CSL 买啦，而家嘅机价最低都系5098蚊起咋。揀指定型號同埋服務計劃，送你額外 Club 積分，或者加999蚊換我手上呢個 Twin Mill V 雙螢幕機座，咁打機就會如虎添翼啦！咁你哋仲唔快啲去 CSL 買 ？Go go go！